在泰国旅游，哪种行为会触罚？到泰国旅游的时候，践踏货币还是拜拜没洗手是会触罚的？拜拜没洗手，我觉得是践踏货币耶，因为泰国有冒犯君主罪。太少去泰国了。那你都去哪儿呢？都去日本比较多，去日本滑雪。灵活吗？还不错，我是滑雪教练。我刚有任何不礼貌的地方说你。今天晚上九点，东森综合台，全民新攻略。